回放，一剑，开始。金格勒这个交感非常好，而且你摔倒他之后，他不怕跟你打地面啊，而且你看这大长胳膊啊，他1.88米呀，要比对方将近高10公分啊，对，对方1.79米嘛，对。现在双方斗这个前面找距离呢，还是啊前手拳，因为呢巴西拳击啊这个拳都很重啊，对，这又戴这么小的手套，对，这打上就是这要会出现非常大的意外性，是的，意外的，对。尤其是这个摔跤手啊，摔跤手他这个拳啊确实很重，80多公斤，要是说在拳击手套上，在戴稍微这个中量大一点的手套上，是都是比确实哦下一点。这个阿里克谢呢，应该水平还是不错的哈，从这个这两下子啊，从这个刚开头这个1分钟上打，阿里克谢这个拳上不输，不错的，不错，不含糊，这样了，秦格勒也算遇到了一个打得好的，这样两个好的拳手在一块打呢，才有点意思，是吧？是，我们就希望看这样的，差异太大，是不是有一个这个，哎呀，有一个人的这个护齿掉了，应该胶布吧，应该不是护齿。秦格勒也很稳健啊，不着急。啊，他虽然岁数小，还是打得多呀，比赛多呀，参加过全国赛的，还是受过战斗洗礼的。对，尽管当时是第五啊，还是受到过洗礼的。应该说啊，秦格勒站立地面啊，这个很平均，而且的话呢，就是比赛经验很丰富啊，比赛经验很丰富，不怯场，啊，控制能力应该说也是很好。这个目前这个通过这个试探这一局呢，阿里克谢这个拳打得还是很不错的，对，还是不错的。他有点紧，但是他的这个拳啊，还是挺好的，很规矩的，对，很规矩，打得非常规矩啊。发力有点紧，给我感觉这个秦格勒的这个要更轻松一点。啊，看啊，双方这个比较劲的啊，这个双方冠军还是不错。但是呢，看，哎，这两拳重。哦，这个腿上蹬腿啊，非常好。哎，这阿里克要小心这个秦格勒这个大长腿啊。秦格勒刚才就找三角锁的机会。要锁腿吗？要锁腿吗？应该是没有，太浅了。啊。但这个好看啊，这个好看，左腿然后起来把对手扫倒。这个阿雷克谢不是那个被动的被锁，他是有意的要转过来。是好，这个吧，摔对手，这个吧，这是一贯的这个冰解技啊，已经见过这个几跤了，对，用这样打法，对，他的本力非常大，是金格勒的本力。非常好，因为你很难把一个摔跤手就属于就是举着半举起来哈，对，然后砸摔，哎，这个金格勒这个侧面压制也做得不错，他呢，石老师你看一下他这个对手啊，恢复到了这个封闭式防守，看金格勒的上位怎么样啊？金格勒在搂对方腿，他是想控制住，然后呢砸击，这个呢叫我们叫。就是锤击啊，是把手啊像一个拳的，像一个锤子一样在砸。你看这个过腿就是很霸气的那种啊，就是挑得过啊，很有经验。哎，这个孙老师这场比赛这个技术含量挺好。对，现在那个阿里克谢已经这个脸部受伤了。对啊，可见这个秦格勒的拳是很重，很重，强的强的，秦格勒拳是很重的。这大哥吧，这个杠杆啊，这个发力的话确实很充分啊。就是很多选手的话，从上下打，他如果没有很好的训练，你不太好发力那种。对啊，因为跟你打站立的这个发力不太一样。对，秦格勒应该用一下腿啊，因为他我觉得不怕对方这个。秦格勒呢，他毕竟高了10公分呢，对，所以说是阿里克谢就这个这个打进去啊，他要冒着被挨一拳的风险的。是的，关键是这个手套这么小，对，这个是都挨不起这一拳。对，如果打拳击直接是抱一下臂，直接都拱进去了。是，那这是挨不起的。对，在这用这个4盎司这个小手套，不管是谁。不管拳就打得很差一点，就刚才咱们的前头那个打那一点是吧？但是关键是对方吃不了这一拳，不像拳击是能够坚持住。
对你抡中了，就马上就结束了。这个绝对不含糊，这个反击拳打得非常好，比较被动的在欧阳转身之前还打中了呢，隐蔽性很强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金哥应该说这个就是在往前上步了一下，就是藏了一下头，低了一下。哎，对方接腿打得不错，精彩，打的这个技术也很好，很精彩。我们就希望看到这样比赛。因为呢，地面技术呢，有的时候观众朋友看的没有那么直观啊。我们尽量给大家解说的比较直观。这两个躲闪多漂亮，漂亮！这两个躲闪的，就擦着那个脑门，对。最好的躲闪就是你觉得我实际没打住，是啊。哎呀，刚才那个对手的一个前手摆拳打中这个青格勒，对对对啊。你看，哦，这个底扫也中了啊，这个连击非常好。金格勒啊，遇到一个很硬的对手。哎，这个阿列克谢从第二回合看啊，力量没损。我们看一下金格勒，哦，对手这个切膝，金格勒看能不能去找偷一个三角锁。哦，要危险，没夹住，又危险啊！这个扣要搭上了。哦，阿列克谢要危险，我觉得应该停了。三角锁，三角锁降服，三角锁降服。绝地反击的意思啊！这阿里克谢绝没想到他盘着，他是优势的，他犯错误了。好，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：红方选手塞外豪侠青格勒，三角锁降服获胜。